王作家做题，只可智取，不可强求。加油，小芳。还做题？怕是题做完，这个女人要活剥了我呀！到底该怎么办？好，谢谢。兵法36计第一步，暗度陈仓。你干嘛？金先生，来，冯天兰桑，你有孩子吗？我今年7月份才刚刚毕业。你知不知道你刚刚那一系列行为特别像90年代电视剧里的慈母？王自家平时带入的都是幼崽的角色。是你先拿出含辛茹苦的架势，我叉子呢？洗了手的用手吃呗。好，就是现在。欲擒故纵，逃吧！哎哎，你这就有点过了啊！我不吃这套，这招也不行。喏，哇，你连皮筋都有啊！你不上要求了？我有7个表妹，随身带着皮筋儿给他们扎头发，那是我的被动技能。被动技能？你这什么讨好型人格？什么讨好型人格？你为什么总是事事周全？你说你一个男生，从你的裤兜里掏出一根皮筋这件事儿，就离谱。我实在是不能理解。你拒绝过别人吗？你的底线到底在哪儿？啊，懂不懂拒？懂不懂拒？嗯，冯天兰，不懂拒绝，天下第一人，简称冯不懂拒。你小时候受过什么创伤？还是受什么刺激？我受刺激？你受刺激了吧？对，林文，我们俩是不是吃差不多了？一般呢，在两个人对话的时候说“对了”这两个字呢，就是要开始转移话题。说吧，你又想干嘛？完了，他发现了。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哎，王思佳。这个测试特别有意思，要不要做做看？我不要，我不想，我拒绝。这是网上骗人的，说什么你适合 A 血型，水瓶座跟双子座，哎，绝配，心里暗示。反正吃饭前这也是闲着，没什么事儿干，坐坐吧。毕竟咱们都待一块那么多天了，这个测试题能增进互相之间的了解。我不看，你看啥？能放松一点。我感到情绪沮丧、郁闷。脑心情是夜间训练。会呢，我就是关心一下。
门啊？嗯，组长，我在。把免提关了。你刚才挂得太快了，我还有事儿没跟你说完呢。你那个故事的录音我收到了啊，你说你那东一句西一句的，你真当我们是天才编辑呢？给点东西就什么都能编出来？啊，那当然了，王作家人家是天才，只可能是我们没有领会王作家的深意。更加当然了，我就只有一个小小的问题，帮我转达给王作家啊。这些故事，他打算怎么给穿起来呀？组长，咱公司做内容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，故事讲完了，自然就能够找到内容的关联性。编辑提这种降智的问题，组长一天到晚张嘴闭嘴就是纸媒崛起，文艺不精。不说了，王作家，您说的都对。哎呦呦呦！我这有点头疼，不说了啊，小冯，记住我的话。好了，组长，加油。这高手能手，现在又想怎么办呢？王特甲，我知道。我们有一些问题要去解决。我虽然很想要稿，但是稿不是最重要的问题。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去解决的。你放心，我们一起来面对。其实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父亲他就常年躺在病床上，然后到了后来，他病好了。王作家，其实我特别理解失去亲人和亲人离别时候的感觉，所以我们真的不能随便拿亲人来开那种玩笑。我们真的如果失去了，会后悔。对不起啊，我忘了你。知道那是躁狂抑郁性精神病自测，咱俩都得下锅炖了。服务员，来杯冰水，谢谢。吃饭，吃饭。狗崽子！刚刚我查了一下，咱们从北京到琼海的话，差不多需要24个小时的时间。如果每天最少开10个小时的话，咱们最多3天就能到。嗯。当然，您要是特别着急的话，我每天可以多开一点。不过我就是想问问，咱们为什么不坐飞机啊？几个小时就能到了。王作家，你为什么不坐飞机？你为什么那么能吃，这么能喝酒？你为什么不写小说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是十万个为什么。王作家，我们能不能别每次说话的时候都抬杠了？毕竟现在方向盘可是咱们手上的。哎呀，还学会威胁了。我不敢。小峰，你真的很努力的在工作。但是有人看得到吗？我们努力工作，难道不对吗，王作家？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
这个故事的主角名字叫圆圆，和你一样，他也是刚刚毕业正在实习的职场新人。他为了明天的汇报已经努力准备了一个月，这关系到他是否能够转正，因为他一直有一个信念，那就是他要努力让所有人看到。喂爸，回家了，冷不冷？挺好的，不冷。工作顺利吗？交到新朋友了吗？怎么不说话呀？我就知道你又不行。我跟你讲，那个叫子安的，就那个一考试就不及格的那个，哎呀，现在可不得了喽，刚换了一套大房子。哎，你看你好不容易从小地方考到北京去了，读这么多书有什么用啊？有人看得到你吗？爸，没事，我挂了。做的再好也轮不到我们这些新人。张总，这位是我们策划部的新人 Luna。 张总你好。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啊，准备的很好呀，我们都已经试了第三次了。圆圆呢？没来呢吧？现在这年轻人越来越不好。这个 Luna 看着还行。是人才就得留住，不然人家会说我这个当老板。呀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做的 PPT， 当然我得来讲啊。人齐了吗？开始吧。那一会儿你来讲吧。好。哎，那个谁，我这没水，帮我泡杯茶呗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张总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开始吧。今天呢，是我们企业2018年度的战略报告，请大家翻到第一页。谢谢张总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升职啦！哇塞，这么大好事儿，一定要请客啊！那是我进公司见过升职最快的。你给张总下了什么迷幻药？瞎说什么呢？怎么了？哦，没事。张总，哎，你说什么？一会儿的事儿，你说。您能描述一下当时的情景吗？这狗屎的气死我了！要狗屎的，我噌的一下子就从我要给窜出来了。王念妮，王念妮，撸什么呢？这不是个东西，不是个玩物。欢迎收看迅捷新闻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王磊。那今天呢，很荣幸请到了我们的青川老师。青川老师你好啊。现在优秀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，各行各业的竞争呢也都挺激烈的，
的确，现在的年轻人面对的职场环境太残酷了。但我相信，像我们这么努力的人，早应该被看见。胖了，教练说我必须要吃减脂餐才能瘦下来。会吗？我好像从来都吃不胖哎。啊，罗娜姐，嗯，哇，你的包好好看啊，嗯，是，还送了一个限量款的小熊，哎，很难买的。哎呀，我攒了好久，我分了24期才买到的雪上加霜，房东呢又要给我涨房租。哎，我这个月吃土吗？哎，来这儿吃呀，这么多地方呢。哎，这不是这个小熊可爱。对呀，我攒了好多的钱，好累的，要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买包吗？我的天哪，买不起买不起，我想你下半年忘记什么买不起的东西。靠强我汇报的机会升职加薪，还敢在这明目张胆的炫耀，算了，不跟这种人计较了。哎，今天中午那家不错吧？菜量太大了。对了，急用啊，下班前给我哈。下班前？我也撑得要命，帮忙对比一下材料班表，明天给我就行，不行？明天我一个人做不完啊！加班加班，同样是新人，为什么露娜不用加班？
你是我进公司见过升职最快的。一个人做不完呢。你看你好不容易从小地方考到北京去了，读这么多书有什么用啊？有人看得到你吗？下的太大了，下得我点了两份外卖。对了，那孩子不会真在公司关了一晚上吧？不会吧，咱们这儿不是有24小时保安巡楼吗？不过我怕他出事儿，专门回来了一趟，没看见人呀。哎，你看昨天雨大的，给我摔的。哎，你这腿怎么了？小事。哎，你这胳膊怎么了？哎呦喂，我的大小姐，这金枝玉叶的，没事儿吧？昨天我一直等到半夜，也没有人来，所以只好给大家添麻烦了。我给物业发了信息，物业没回呀。那我不是说你去接他，你怎么没来呀？我都准备出门了，老板突然让我赶个文件。刚刚露娜不是说她来过吗？怎么你还会被关着呢？有一些美好画面会超越时间，有一些相遇会让命运重新装点。新诗篇里的每个晴天，用微笑与信念去迎接。凋零的花朵曾经治愈了世界，种种机遇或许是在为某人铺垫。距离下一次欢喜雀跃，还需要经历什么蜕变？夜色灯火耀眼，纷乱却让我不想眨眼。在你的余温熄灭之前，坐在我有些爱情不会变迁，给
夜色灯火耀眼，纷乱却让我不想眨眼，在你的余温熄灭之前，坐在我的旁边，总有些爱情